from the moment that I saw you. Yeah, my life began for you. Yeah, I felt it take me over. Oh, your spirit made me move.未来将会在我们未来有一次的一个换电站，同时相关的技术，也都是体现了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一个科普，同时间就是给我们下一代见到我们未来的产业，希望提升它与理工科学的联系。首先感谢上馆长，感谢澳门科学馆，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我们这个澳门科学馆有一个这么深度的合作。 这次合作的意义呢，一方面是在于我们可以跟未来科技馆来普及我们未来的冲关键设施的建设，更多的意义呢，也是在整个宣传和推广新能源科技方面，能够再跟澳门科技馆跟邵馆长这么一个深度合作。所以刚才我们也在聊，我们会期待我们接下来有一些更好、更广远的一些项目能够落地。